咩意思？入面装住有啲乜嘢？点解？日常生活，你惯用右边咩袋，定系左边咩袋？口入面有一啲污糟嘅液体。Turning until throw up. Normal, 低头。叉腰，同手同脚。Turn out, 回带。Skipping, running and stop. 29秒，1分17秒，1分31秒，2分05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加四拍，然之后剩两拍。回带 ，skipping， running and stop， 29秒，1分17秒，1分31秒，2分05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加四拍，然之后剩两拍。俾啲耐性自己，5、7、7、2、7、5、5、1、2、3、2、6、7、1、7，5、6、8、1、4、6、5，1、5、4、7、2、5、6、8、7、4、2、7、4，逗号。边度四个足够嘅角度？如果 emotion 点样去面对，而用一个平等嘅方式去同情绪交流？点样揾翻经历过嘅情绪？逃避。情緒出現，逃避阻止成長係一種行為。當某種情緒來襲嘅時候，只要逃避面對責任，亦都係逃避一種。如果或者爆發，呢個要再深入研究。點樣去逃避情緒，而用一個平等嘅方式去同情緒交流？不斷重複自己形成一種慣性，喺一種慣性後要去拆解，就需要更多時間。阻止成長係一種行為。當某種情緒來襲嘅時候，只要逃避面對責任，亦都係逃避一種。或者爆發，呢個要再深入。
咁系咪远啊？咁系咪住？咁样，你只要喺个边位，系啊，见唔见啦？边位咯？你只要喺个边位度，你喺个边位度，喺个边高啲啊？咁啊，远咯，见唔见啦？近啲个原来。先你喺外位嘛，唔知系边边咩？你咁样兜圈已经系噔噔噔噔噔咯。哦，佢系咁啫。嗱，你咁样啦，咁样咁样啦，咁样咁，我觉得引起我啲情绪系因为佢嘅态度，即系佢好似即系，喂，你试下呢个啦，唔系你试咗先啦。你而家想象你系一个肥婆咁啊，我例如啦，想象一个肥婆咁，然之后你就喐下啦咁啊。咩喐下咁樣？你個腰都係㗎，你條腰，你可以屈翻，見唔見啊？咁啊完咗，只腳都係㗎，咁啊嗱，上次我同你做嗰，係啊，你自己揾下啦。手指咧，咁樣手指啊，見唔見啊？望住我。如果咁樣俾影自己咧，我影俾你睇啊。仲核突。咁樣啊？我唔會再影自己，我睇唔到喎。亦都唔知咩，因為我哋呢個關係，所以我哋會有時喺語言上比較求其，即係喂你試啦咁樣，即係如果即係譬如我揾第啲人排舞，喂，不如你過嚟試一試嗱，我哋而家講一講呢度發生咩事先，咁樣即係拉勁咁樣。嗱呢度咧，首先好有組織咁，但係嗰啲嘢都係你去試啦，好有組織，但係咧個包裝係靚啲嘅，咁但係咧基於我哋兩個關係咧就會。妖，你試下啦咁，你咁叻講到咁樣，即係我咪會咁樣俾翻佢咯，我就成日叫佢試咯，咁樣咯，跟住見到試咗之後冇嘢出嚟嘅，即係冇 nothing。因為佢最熱，我試下，我啲凍喎，頭先出太成啊，大佬。O K， 試緊嘢，我試點乜嘢？你話俾我知啊。唔知啊，我試下試下先。我試想教啊！我唔係想教啊！你都特鳩我啊！啊，情緒啦，係咪？合唔合啫？合唔合啫？我頭先我真啲唔係合著，我頭先我入定緊咩？嗰、那個 task 咧就係咧個風扇咧要吹我，然之後咧睇我嗰個過程裏面咧個 emotion 有咩改變，然之後好乞人憎咧 ，Bobo 咧就喺開個風扇前咧就拍我，咁啊令到我啲嬲嬲地，或者令到我啲 emotion 嘅改變，咁先做個 task 咁樣。咁啊喺我唔知嘅情況底下做呢件事，即係我眯埋咗隻眼，跟住佢好似打坐咁樣眯埋眼，等突然之間就拍我，咁啊其實我嬲嬲地嘅咁樣。點樣啊你而家？跟住我就 OK 好。跟住你啊，啱啊，有情緒啦，你啊，而家可以開始啊，即係玩玩。係咪放個氣佢咪會咚咁樣嘅？就係失控嘅時候，你覺得控制嗰個氣慢慢放嘅時候，就好似你有時有啲事件令到你好抓狂嘅時候。就好似個波咁樣，就Thank you.
你就淨係同埋冇啦。你好單一㗎，你成幾多變化？頭先我形容咗幾多話，係咪？佢未出嘅時候，佢就係咁；佢出嘅時候就係咁啦。佢可以咁大，咁細，但係個風咧就淨係。夾草咧遮住咗咧，就睇唔到個路況，就更加危險。所以嚟呢度咧都要小心啦。最好就風兩嘅走出嚟，咁啊有咩事就揾啲嘢撳住，就安全啲。好，就係應該係最後一段比較艱辛嘅路段，就係呢一段臨落到去石灘，有啲難搞，有啲崎嶇啊。唔係，我覺得呢嚿嘢咧要係啊，即係唔係就咁啊，完咁啊，唔係咯，因為我覺得啲嘢未夠承載，唔知因為而家好似只係好講就好似講到好深咁啦，即係我哋兩個之間嘅關係，即係好似好似要了解咁 ，no， 可能未必係，即係因為而家好似輕輕有種輕輕賴過嘅感覺咁樣，係啦，都可能好。好，因為主要 focus 喺部機同我之間嘅關係咁樣，係啦。咁因為一俾部機我就自己同佢咁啊，我就喂得唔得啊？咁即可能就變咗咁樣咯。咁就會反而即係我哋敷咗部機啫。係啦，反而部機係隔住咗喺中間咁樣咯。而家係有啲係啦。兜完先。再嚟一次。Elbow 啊，兩隻 Elbow 同兩隻 Elbow 啊。咁樣嚇？係，轉兩個頭向入，個頭向圓心，係啊，成個彎。啱，係，跟住彎，跟住彎，死都彎係啊。我辛苦。笨仔啊！跟住彎，跟住彎，係啊，啱噶啦，跟住彎，再彎啲。我辛苦。向天花板嘅時候，係啊，跟住落翻地下咁樣，係啊，啱，繼續行。跟住就呢度。唔好啊！要行咪一路呼出嚟，信我啦，信我，信我。好辛苦。跟住再打開只腳，唔係你一定要，咁我 measure 唔夠啊！你一定要圓翻落地下，圓翻個 full circle， 行翻曬個 full circle， 我俾你睇只。唔知你講乜啊？表達得唔好。係啦，要講。因為觀眾嘅世界呢邊係地下，而家係調轉咗啊。即大家好像很想去做一件令到個 artist 有改變的事，但是即你給了資源出來做，那就問你有沒有改變，那些人收我錢實會說我有改變的，個個都說我有改變的啦，所有 artist， 所有 dancer， 所有 dancer 都我經歷了，我試了些什麼，你都說這麼大聲才行，但是大聲不代表OK 當然不是啦，你咁樣就畫個窿俾我踩，大佬啊！你端老師，我哋平時嘅用嗰個作品，然之後嗰個作品去同觀眾交流啊嘛。而家我哋 disconnect 啊嘛，同觀眾，我哋播條片出嚟，咁觀眾點樣啦？我哋好難 feel 到佢入劇場嗰個過程噶嘛。佢好唔好睇佢？哇，好想睇嘅時候，個個都咁樣噶嘛，係咪？但是你冇嘅喎，你頂多 like 下或者你 push 啲 like 啊，你咪買多啲廣告咯。即我明白呢個圈，或者我明白大家都好想，我哋都 keep going 做啲嘢啦。我哋都喂，所有人所有即所有機構都咁樣喎，唔係咁咯。我明白佢嗰條底線嘅，但係我唔會有底線，但係唔會企到咁硬咯。因為如果譬如有時我覺得硬碰硬，可能佢只會爆炸，係啦。嘭嘭聲今晚喺度爆炸。即係冇嘅，咁爆炸冇話又好又唔好嘅，咁而家打緊仗都爆緊炸㗎。我明白呢種妥協有時係你
可能迫於無奈，你係需要妥協嘅。但係可以講迫於無奈，跟住好慘咁樣，好似我好而家仲唔夠慘啊？但係好慘啊！而家你有飯食，你有水飲，你有衫著，好啊好啊，好感恩啊！有人同你傾偈，好好、啊，有阿娘幫你影。鋪花頭先要特別名謝阿娘咯，即係我覺得睇你點睇咯。譬如今日有太陽，即係有時唔好咁唔係我明白嗰樣嘢係好艱辛嘅，即係好感動。喂，你仲感動過我，唔係因為我喊。所以咪 boiling 咯，個人就係咁啊嘛。你咁樣呈現到我呢一面，你望下，我一分鐘之後我就可以。
我覺得佢喺創作咧，佢點創作啊？我突然好認真。佢嘅創作係點啊？佢好中意透過一啲視覺嘅物件而去引發佢創作咯。我都唔知喎。係啊，因為我見到佢都好中意睇一啲，譬如visual art 啊，即係一啲奇奇怪怪啊咁嘅物體咁樣嘅。一個有人開咧，即係有人入咯。咁我哋不如撳上餅，跟住就開始啦。我可唔可以 high 到個咩？係啊 ，cam 噶。Hello。你唔知我哋存在㗎。Hello。我撳到冇。Hello， 你喺邊度啊 ？Hello， 你喺邊度 ？Hello， 你好嗎 ？Hello。我想是換另一個形式，但一定是真實的。怎樣才是真實的？即是不是 Zoom 那樣，即是不是現在這樣，我和你在家裡看片，你要來這裡，即使一個人都是你要來這裡，即使我們有100米距離，你都是來這個空間，而不是你在家裡。我覺得即那個改變是可以改變，即是一定要一定係咯，即係 let's say 真係所有人唔可以入劇場，冇啊！所有人唔可以做表演，咁你一定要諗另一個方法㗎。但係你一定要有個底線咯。